你先去把钱，你把那个什么叫什么都讲完了。重阳礼给你们看一下。今天在讲重阳寻宝啊。点福会，哎，是炼狱哦。小心讲这个，明白 ？OK， 五十三可以啊？为什么？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哎，金重点给了吗？应该是讲重阳寻宝啊，寻着寻宝啊。这个玩家啊，大家对这影片怎么样啊？